在你面前的是善君后，不是党哦。如果只有一天雨可以让你快乐，我可以放手成全你们啊。你现在是善君后还是党哦？我是善君后，你是党哦。是谁让他进来，而且还坐在我的位置上？有资格坐这个位置的人是徐子谦。你们两家的恩怨不用你来插手，滚！该滚的是你。 就像狂风暴雨，命中已注定，是我太任性。你的花言巧语把我推入陷阱，我怎么有力气睁开你，爱上你？ 在今天早上传出闪电撤换董事长江彩月与总经理单君浩的消息，而各大报社与电视台也都相继收到Samuel的传真邀请，一同来见证单家的势力将从此走入历史。而为何Samuel会传出如此重大的电视变动？那就变成新闻说有讲的话就是了，当然说是了。传闻多年，徐风气爆身亡真相，今天已经水落石出。 而已故的董事长单耀荣，也就是此事的幕后唆使者。如今，徐子谦将对单家提出求偿，而单家所有的股份也将全数转到徐子谦的名下。徐子谦将成为 Samuel 的最大股东。而一向在业界行事作风非常温和的徐子谦，选择用激烈的手段将单君浩逐出 Samuel 的大门。如此果断的作风转变，令许多人感到非常的讶异。 我今天听到了一个很糟糕的事情，糟到我自己都没办法复合。我害怕自己已经没有招架仇恨的力量。你不要走。原来子谦是要跟我求救。在什么求救啊？你要去哪里啊，天宇？行，那导航怎么不接电话？ 对不起，你有没有做错什么？干嘛跑来跟我道歉？我说过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可是我却忽略了你内心真正的需要。我真的很抱歉，但是当时……我又没怪你。这件事情我们之前都已经讨论过了。可是你在怪党后，对不对？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？ 才可以弥补对你的伤害。你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你应该最了解党欧的为人。他绝对不会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。不要老是以为你有这么大的影响力。我跟单家的仇恨，不是你在我面前说几句话就能够解决的。我知道你来的目的，是为了单君浩。告诉你，没有你。还有，收起你的亲情家人论。 那一套会让人家觉得很虚伪。一天一点，你渐渐走远，我却像空气被忽略。
开。Without you, I can't fall in love again。各位观众，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正是 Samuel 前总经理单俊浩的家门外。这一天对单家来说可算是祸从天降。据了解，徐子谦已经委任律师向单家提出了民事告诉及刑事的假扣押行动，同时也冻结单家所有的银行户头存款。俊浩，我妈真对不起你，上一代的过错都要由你一个人来扛。你爸现在不在了，连云溪也离开这个家，就是明溪间，这个家全都变了。妈，没事。夫人，少爷。林嫂。这里有一些钱，虽然不是很多，不过已经是目前我所能给的，你就收下吧。你就别担心我了，我还有儿子可以靠呢。这点钱你就留着用吧，让夫人吃好一点，过好一点。以后的日子，我担心夫人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要适应。这钱就表示我对夫人的一点心意吧。谢谢。总经理，大伟，我们现在已经不在深威尔了。学长，外面有很多记者在等着，我怕你这样出去一定会被拦截，所以我把你叫了一部计程车在后面等着。你跟伯母就从后面走吧，这边交给我来应付。哦，对了，这几个地方是云溪会去的，你帮我找一下，我们保持联络。学长保重。妈，我们走吧。好，伯母再见。谢谢你，夫人保重。我想这一定是报应。称霸饭店业界30年的 Samuel 集团，随着单家势力的瓦解，面临改朝换代的命运。显而易见的，拥有 Samuel 60%股权的徐子谦将成为集团的领导人物，也就是下任的董事长。就是因为你啊，云溪小姐和少爷才结不成婚的。对不起哦。请问你知不知道俊浩跟他妈妈去哪里了？我打了很多通电话都找不到他们。你又想怎么样？我是怕他们离开这里没有地方去，我想接他们到关美渔村，他们可以暂时住在关美旅店里。既然这样，他们就麻烦你照顾了。你要记得，夫人有低血压，所以呢，早餐的时候要吃得非常的丰富，而少爷呢，早上一定要一杯新鲜的咖啡。那普通呢，他们中午是不会来吃饭的。林嫂说他们才刚走不久，应该走不远，我到附近找找看好了。
我跟你爸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就这样子没了，你爸要地下有知，一定会怪我，怎么把好好的一个家弄成这个样子？妈，你不要自责嘛。要怪的话应该要怪我，是我自己的决定，害你跟着一起要受苦。俊浩，你一定要相信你爸。 他当初绝对没有那个意思，说要去害子谦他爸爸。他只是不用说了，我知道。不过我希望你能够了解，为什么我把股权全部让给子谦。你这孩子的个性我还会不了解吗？欠人家的你是一定要还。还好你还记得有我这个妈需要你，要不然啊，我看你是连命都不要的就要赔给子谦了。反正我还年轻嘛。 也不算中年失业，钱再赚就有了。只不过这段时间你就要跟着我辛苦一点了。结账。谢谢。妈，等一下我带你到处去走一走，以前太忙。 都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陪你，现在刚好可以弥补过来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的信用卡有问题，麻烦请跟我到柜台，谢谢。 先生，抱歉，这张卡也已经停用了。我付现，多少钱？一共是3963元。这些钱你就留着用吧。 是啊，没有，结账嘛。哦，你们走吧。君浩，新的云溪也不晓得在哪儿，我正担心我们这一搬走，他会找不到我们呢。不会的嘛。怎么这单君浩一离开关美，就变成穷光蛋了？ 那我们天宇怎么办啊？换上桌炒红，算一个是最大赢家哎。加上天宇不是跳来跳去，跳到一个穷光蛋吗？真倒霉哦！倒霉哦！嗯，没有说错啊，真的是穷光蛋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的员工是太闲了是不是？我们前来也很缺人哦，他们可以让我这边打工，帮我去扛瓦斯、修水管、擦玻璃、拖地板。怎么回事？陈局长，啊，吃炸药是吧？我们关心一下天宇都不行。说这天宇呢？ 哦，我接凯恩老爷去找那个穷光蛋。我看我们家要多一个吃软饭的姐夫了。哎，天宇这个傻瓜，啊，为什么老是做这种赔钱的事情啊？单君浩已经没钱了，他干嘛去找他？他现在是穷光蛋呢。嗯，单君浩自尊心这么强，我看呐也不见得能把他带回来。哎，那可不一定哦。单君浩不是还有个娘吗？ 他总不能让他的娘挨饿受冻吧？我们现在到底该叫他单君浩还是党欧啊？我看综合一下好了，就叫他君长或浩欧。我也不要啦，我喜欢党欧，所以叫党君欧浩。不要叫我阿金好了。干嘛叫我阿金啊？哦，叫我阿金啊！哎，你这员工有毛病，带他们去看病，带他们去看病去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关美一村。
最后会变成136个人而已。啊？是的啊。这个跟凤娇鱼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啦，我只是觉得我讲的蛮有哲理的。不知道我们家天宇有没有找到那个单俊浩？怎么都不接啊？是不是叶庭宇打的？没有，老妈，你要不要去找像你的朋友聊聊天，好不好？心情会好一点。那是要在同一个水平上的才叫朋友。君浩，我看我们就先找个附近的饭店，先暂时住下来吧。我们歇会儿吧。啊，好。妈，这么热，你应该有点渴了吧？嗯，不然我去买两瓶水回来。好。喂，申君浩，发表一下对你父亲当年伪造文书的看法嘛，拜托啦。喂。哎，你挂我电话是因为心虚对不对？那。出来公开道歉吗？给个独家嘛。总共64块钱，谢谢。没错。不好意思，你拿一罐就好。不接我电话，为什么发生事情都不跟我联络？你不知道我会很担心你吗？哎，夏俊浩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知不知道我为了找你这条街，我来来回回走了不下10次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哎！干嘛不讲话？你回答我啊！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，不用你担心。不要在那边乱讲话！单君浩，你这个大笨蛋，既然已经决定要在一起，有问题就应该一起面对。你一个人偷偷躲起来，这样到底算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危险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担心的快要死掉了。认识的单君浩是无所不能的，不像我现在这样子。你听着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看过单君浩最落魄的样子是什么。你现在这样更不算什么。那个时候。你每一天都穿着人家不要的旧衣服，工作到连衣服破掉都不知道，遇到问题解决不了，就好像小老头一样那么严肃。事情解决了，你就笑得比谁都还要开心，你根本就不在乎落不落魄。你曾经跟我讲过，在叶天瑜的心里面住着一个天使。其实叶天瑜比谁都还要清楚，在单君浩的心里面住着一个比王子还要王子，比天使还要天使的达欧。叶天宇，如果你认为你刚那一番话就能够打动我的话，那你就成功了。真的不知道去哪里的话，你们可以一起回关美啊，好不好？我考虑一下。我是被你遗忘的精彩，你却带着记忆离开。心跳是我们唯一的呼喊，提醒我们曾经。
姐回来了，姐夫回来了，姐夫的妈也回来了。啊，没想到真的都来了。妈，欢迎光临，夫人。君豪，这儿的环境这么荒凉，而且还这么杂乱，我看我们另外找个地方住好了。太好了，那就请你及早上路，因为这个时候呢是野兽出没的黄金时段。他专门爱吃那种被泡泡又咪咪徐娘半老的落魄贵妇。君浩，你看嘛，而且这种地方隔间也不好，空气也这么差的。再说，我想这种房子肯定会有蜘蛛吧？对，而且这么大。而且这么大，我们有那么可怕吗？吃饭吧。请慢用。不用不用。哎，今天我们这桌菜呢，就是为了打磨，为了咱们单总，还有单夫人呢，接风是吧？哎，欢迎欢迎，在这呢，我首先先。这咱们单总，哎，一直没机会呢跟你道谢，是你把产权还给我，才能让我们官美呢在没有负担的状况之下继续经营，是吧？来，我们去，来，单总，来，谢谢。好，来，用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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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肚子饿了吧？来，请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请。我怎么也没有想到。会有这一天，然后你们还愿意收留我跟我妈，真的是谢谢你们。就是拿话拿话，不说这个不说这个，来，请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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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吧？妈，你怎么了？不太舒服。伯母，你没事吧？我带你去洗手间啊。哎，对不起。哎。不喜欢我们的菜，也不用这样装模作样嘛，对不对？金枝妈妈，你搞错了啦！我妈这是老毛病，她只要一忧虑过度，就会有点恶心想吐，跟我们的菜没有关系。那我误会她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对对。那他今天就早一点睡好了。那明天早上起来，我就带他到观美渔村走一走，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然后就运动运动，头好壮壮。来来来，请用请用，拥抱他，谢谢。哦，你真的回来了，只有党工才会跟我们说谢谢。哎呀，阿胜你在说什么呀？早在人家把观美还给我们的时候，人家就已经是党工了啊。所以党工，你这次来。该不会跟我同一个房间吧？我不要睡地板哦。哎呀，好怕了，你睡哪个东西啊？哎哎哎，大伟，行。哎，大伟，哎，怎么样？找到云溪了没有？学长，我找遍你跟我说的每一个地方，都没有云溪小姐的踪影。我今天下午听林嫂说。云溪离家出走了，我希望他没事才好。单总，我看这样吧，这事呢一时间呢也办不完的，明天再说好了，咱们先坐下来吃，好不好？啊，吃饭吃饭吃饭，吃饭吃饭吃饭啊！快吃饭吃饭！哎，起来，坐位置，起来呀！让位置给人家坐嘛，来来坐坐坐啊！师傅，过去，我对啊。我去啊，好，我坐这边。大伟来，有客人，有客人啊。这个，给你用啊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我夹给你吃啊，多一点还是？来，多吃一点，在外面工作好辛苦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放家里面，放心。哎，嘘。好，来拿去。多吃。
实一点啊，大卫。一个男人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体力。你看，松垮垮的。今天晚上你就坐在关美，凤娇就好好来帮你补一下。好不容易修好了，下次不要这样喽。你妈睡了？嗯，她吃了药以后就睡着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妈妈今天心情不太好，再加上对这个环境又不是很适应，所以讲话会比较难听。拜托，你都讲过更难听的话，我早就免疫了啦。生气了？没有啊，我没生气。原来我不笑的时候看起来真的很严肃。哼，哦，你现在才知道啊。不过你总算笑了，看到你笑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打算明天去找子谦，他一向比较了解云溪，应该比较知道云溪会去哪里。哎，之前你跟我讲说关于子谦他们家的事情，是真的吗？是啊，不过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，现在追究也晚不会什么。我唯一能够做的，就是尽量想一想，怎么样补偿子谦。干嘛？我在想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要是别人的话，大概早就跑掉了吧。可是你却选择面对，你好勇敢哦！我很为你感到骄傲哦。哎，你们家过去的事情。让你失去了 Samuel， 连子谦都变得跟从前不一样了。你明天还要去找他，那万一他不见你怎么办？现在我怎么办已经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该做的事情就要去做。何况是我们家先对不起子谦的。那明天我要跟你一起去，我不怕会有很多危险啊。我只想要跟在你旁边。可是，哎，你不要说不要，不然我要哭了。嗯嗯嗯。你靠在我胸膛。嗯耶，有一。单俊浩已经在外面等三十分钟了，现在距离董事会还有二十分钟。告诉单俊浩，就算他等了一整天，徐先生也不会见他的，叫他走好了。是。单俊浩要等，就让他等。董事会议上，你不用开口。就让我把当年善家怎么对待你父母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。子谦，凭你60%股权，董事长就当定，到时候你再派任我当总经理，董事们也信任我，只要我们合作无间，肯定会把身位哦推到最高峰。等开会的时候再说吧。
关于20年前的气爆，还有股权让渡术的真相，来得太过于突然。我花了一个晚上才把这些事情消化完毕，希望能跟你好好道个歉。这种烂情的场面话，就算了吧。我知道你现在不会想理我，但是你总得理云溪吧？你知道他到现在都还……你已经耽误了我很多时间，你再不离开，我已经保全叫你出去。徐子谦，你就给我们一点时间，让他把话讲完吧。Gary， 叫保全。你的下台是多么的大快人心了吧？事情的经过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了。善家的所作所为，实在是令三位蒙羞啊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让我们欢迎新上任董事长徐子谦。那么就请董事长跟大家说几句话，顺便借这个机会指派新任的总经理。身为的董事长，今天会在我手上，可以说是实至名归。从今天开始，身为我将会有很大的改变，会跳脱一般人想象的轨道。对于坐在位置上不做事的人，势必会受到最大的考验。还有，关于派任总经理的事，总经理是身为我全方位的领航员。这个人必须具备洞悉潜在危机的能力，以及清楚地掌握经营管理的要诀，而且还要能够敏锐地做好情绪管理，时时刻刻跟员工做好同甘共苦的准备。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人才。在人选还没有出现之前，我决定由我兼任总经理。那张明涵怎么办？这不是独揽大权吗？对了，张明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我会让他继续回到Senwell，担任副总经理的位置。张副总，欢迎归队。如果没事，会议到此结束，散会吧。徐子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千辛万苦把你拱上董事长这个位置，我不是让你随便给我什么副总做做就好。我刚提出总经理的条件，你认为你都完全符合吗？徐子谦，我总算看清你真面目。过河拆桥，忘恩负义，就是你这种人。你拼命的替我翻旧账，不就是为了你现在这个位置吗？你有所求而来，还要我心存感激，你会不会太夸张了？而且你找我回来是因为你需要我把你带回来。告诉你，董事长这个位置做或不做我都不在乎，请你记住我的话，在乎的人终究要输。你重新担任副总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告诉所有的媒体，身为我已经改朝换代，好好的表现。Gary， 走吧。我们上次讨论这个开发，如果顺利的话，应该可以在澳洲。董事长，董事长好。
这些合作案全部给我停掉。董事长，这些开发在单总经理之前就定好的。如果现在停掉的话，恐怕我们赔偿连续的违约金。我现在是 Seven 的董事长，我会重新挑选新的合作对象。有什么问题，张副总会处理。我要去一下洗手间。徐子谦，我才不相信你会出现呢！我非要帮娟涛找到你不可。董事长，秘书说单君浩已经等三个多小时了。你若那么关心他，你去帮他等啊。徐子谦，找我什么事？叶天宇小姐，可不可以请你见一下君浩？你不回应他都没有关系啊，但起码你听他把话讲完好不好？你要我去见一个我不想见的人吗？难道你不能想想你们过去的情谊吗？这种事，我只要想到一次，我就觉得对我的人格是侮辱一次。我在骗局的人生没有什么好回忆的，更何况我在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参与。你要去体谅单君浩，就是你那所谓的真爱吗？你这样做会不会太自私了？子谦，你真的变了，你得到了全世界却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，这会是你想要的吗？叶天宇，你太自以为是了。你要怎么讲我都没有关系，我拜托你给君浩一个机会，你听他把话讲完好不好？很抱歉，你没有这么大的面子。医生，请问一下，这里有一位范云熙小姐吗？你就是徐子谦先生，请跟我来。医生，她怎么变成这样子啊？听说他是因为要捡东西而不小心掉到河里去，是路人发现把他送到我这边来。送来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，所以我替他打了一针镇静剂，不过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。谢谢谢谢。对了，旅馆的人把他东西拿到我这边来，还说他已经住了好多天了，而且每天都不发一语，
望着海，望着天了。我是在这张照片的背后看他的手机，发现有你的名字，所以我猜你一定是他很重要的人，所以打电话和你联络。医生，谢谢你。笑得那么甜，是他给了你誓言，不敢有埋怨，都是我心甘情愿。或许有一天，我的爱你能看见。一天一天，你渐渐走远，我却想。等三位合并到 Queen and Mary Hotel 的旗下的时候呢？合并？你想把你名下所有的股权卖给 Queen and Mary， 会不会太过分了？如果你想要找一份好的工作，赶快趁着现在，拜托袁总。我今天找到一个工作，我现在的工作是趴车小弟。你真的决定从趴车小弟开始重新你的人生？相信我，我会一辈子都是趴车小弟。好，那我支持你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跟朋友离婚了我都不知道？一定是叶天宇搞的鬼。只怪我们都太贪玩，思念像云朵般柔软，而你静静躺在我胸怀。我像是任性走失的小孩，紧紧抱着孤单。